哎，什么事儿，师傅？你师姐呢？她跟哈贝勒买东西去了。按理说，她应该回来了。这不胡闹吗？这个啊，哎呦，人家都成亲了，还跟着人家鬼混。去，把她给我逮回来。刘金说的到底什么宝贝啊？你有什么就给他不就完了？值当的把自己弄成这样。要那么简单就好了，一言难尽呢。那咱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这俩死窝头被变了干蒜，咱也就撑个两天的。咱现在得赶快让家里人知道咱在这儿呢。咱现在出都出不去了，怎么让家里人知道啊？嗯，我有法子，拿着。来人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嚷嚷什么呀？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回家。我告诉你还不行吗？嗯，那宝贝在我们家花园井里头，你放了我吧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我对不起我练祖练宗啊！哪儿？干嘛？立个字据，写上宝贝在你家井里，签上你的名字，找着宝贝就放你。那么多事儿，写。写完了就放了我吧啊！对，我受不了了。哎，我的。给咱报信儿去了，就你鬼！哎哎哎！你们干什么呀？哎，干什么呀？躲开啊、你们躲开啊！躲开！哎呦喂！快来人呐！给我老实点！快来人呐！等等。你来干嘛呀？谢一半，你不是跟我说这哈府的人把你给盯死了吗？你把哈王府都翻遍了也没偷成啊？我现在用不着你了，你等着，等我拿到宝贝再来找你算账啊！你敢蒙我？他怎么知道的？哎呦，你别瞎挖，往这边挖。这边，差点我这光，吵着光，我光直让你妈王四海，大半夜的你也不打声招呼，你在这鼓捣什么呢？对不住啊，打扰了。我们呀，在这奉命搜查皇宫的宝贝。宝贝啊，我这能有什么宝贝啊？哟，王爷，您问我是吗？您把宝贝藏在这井里了，您问我明知故问是吧？什么宝贝？何来此言啊？你这是在诬陷，我可不敢诬陷您啊！哎，对了，这儿啊，有那个，哈兰的自供状，他说的啊，他把宝贝藏在这个库井里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过来呢，来挖来了。哎哎哎，给王爷看看呀，看看，看看这笔迹，您认不认识？快看看！怎么可能？一起看，找没有啊？
往这边帮我试试，往这边。嗯，真是哈兰。汪思涵，你抓着哈兰。抓了，抓了，抓了。哎呦，童哥哥，这哈兰可盗了皇宫的宝贝，这可是重罪。我不抓他怎么着？让他满大街溜达呀？啊？哎，左边，左边，对对对，往左吧。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挖挖挖，还没挖着吗？找到了，有东西。好，扔上来，扔上来，扔。那是啊。哎呦喂，我让你找书，没让你找鞋，再找，看有没有别的。找遍了吗？找遍了，都没有。队长，我们不会让哈兰给耍了吧？不能吧？那总年间敢骗咱吗？真没准儿。师傅，师傅，这都快开戏了，小月呢？哎呦，急死我了，我这。来来来，我帮你这儿。开戏。咱们改戏啊，改戏，我就说吧，这儿没什么宝贝。走。岂有此理，这井里我们家会有什么宝贝？王爷，咱们兰儿还在他手上呢，您就这么把他放走了，兰儿怎么办呢？额娘、阿玛，这封信啊是海兰给咱们报信儿的。汪四海这么雷声大雨点小的使这点心眼儿，证明海兰现在是安全的，咱们赶快想想办法把人给救出来就好。嗯，怎么救啊？现在汪四海一口咬定皇宫宝贝在咱们家里，不交出来就不放人，你说怎么救？要不然我再去找找草迷，看看他有什么好办法。哈兰，打你的时候你那么怂，怎么一打我你跟疯了似的？感情打我成，打我的女人不成？没想到你真是个爷们儿。